好啦，那我们这次呢要玩的呢是 Happy End，这款游戏出到第三话，也就是中话了。对，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话了。它前面它好像三个汉化都是由不同的人来用的。第一总共有分三话，不过我连第一话都没看，谢谢。对啊，那不过我刚刚稍微用了一下，就是这一款它好像是三话直接全部都有，对。然后全程语音就更新，听说是这样子。哎，然后我们就来玩看看，就是真的三话都有，来吧。这次居然是把统合成三话，我也觉得蛮猛的。不好意思，刚刚听到那笑声是我妈。我妈跟我弟他们不知道干嘛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要从哪个梦境开始？初次游玩的请从头开始。已玩过 first、second 的人，请选择 final。我可以直接选 final 吗？白目都已经讲说没有玩过的，没有玩过从那个 first 开始啊，硬要选 final。啊，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啊，first night。このゲームにはグロテスクな表現が含まれています。哇哦，本游戏包含怪诞的表现。本作品是否为虚构，还不能妄下定论。哦，一片樱花，应该是樱花吧？哦。夢を見た。哦，他是全真的全程语音哦，真假的？我做了一个梦，ホラー映画のような夢を見た。做了一个像是恐怖电影一样的梦。怎么感觉主角像是女生呢？听声音还蛮像女的。哎呀哥，快点快点！我日文理解程度仅限于阿里阿多，我阿姨妈死，然后。やめて。大丈夫。てめえ、我只会这几句。他们要去百货公司，小孩跟爸爸要去百货公司。哦，小孩子超喜欢去百货公司的，因为那边会有玩具。小时候我超喜欢去，就是为了逛那个玩具楼。哎，小黄安，哎，不是小黄，叫蓝玉。哎呦，刚看错 ID 了，fuck！等一下，我居然讲错了，等一下。哎呦，我再把我那个翻回来好了。对啊，全程配音也超帅的，少女，她眼睛是橘色的耶，猫眼吗？是什么？这种地方有这家咖啡店吗？哎，这种地方有没有这家咖啡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现在有这家咖啡店了，就不要纠结于这种小事。是怎样的呢？特别想进去看看。白目，又一个白目。いらっしゃい、夢食いコーヒー店にようこそ。都不要讲走，我讲什么？都不要讲走，他就找渡边彦，小的实况。这好像系列，对啊，他目前一次出现，他总共有三话，第一话、第二话，然后第一天、第二天，还有最后一天。对，那目前。我抓到这一款是三话都一次统合起来的，对，那最后一话，前面两话好像都是由斯奇拉工作室汉化的，然后最后一款，最后一个则是熊熊硬币把它用完，然后把它统合起来的。渡边英，我技能，你有什么技能？行动，没有技能，废物。哎 有音乐，就是能够听斯卡布罗集市开始游戏的证明。可能没办法存档啊，那什么不满就出去的话怎样？好像睡着了，怎么了？不是的，什么也没有。磨咖啡豆的东西，哦，这是魔法咖啡豆，我以为是那个 CD，不是古时候那个，大概西方那边不是都有那个转轮式的 CD 片吗？大片那一种，推进层点。初めての方ですね。ご注文はお決まりですか？他都把我话讲完了，我说讲什么了？ミルクティーを。280円です。280日砂元。糖はどうしますか？
对啊，奶茶已经很甜，你还要加糖，真假的？甘くしてください。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真假的啦？元気がありませんね。何か悪いことでも？いえ、別に。哇，都听他们讲就好了。大丈夫。ここはそういう人にとても良い場所になります。都被他们讲完了，我什么话都不用讲。耶、yeah。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そうそう、初めてのお客様にはこれをお配りしているんです。虽然很刚心啦，可是这样好就少一个乐趣耶。ドリームパス、希望のある夢を見られるお守り。これは当店の会員証代わりのものです。能看到有希望的梦境的护身符。嗯。次に来店された際にこれを提示してください。サービス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完全中文。啊，特殊服务耶，哇！听说日本很常会有那种特殊服务，不知道他这特殊服务是不是那个特殊服务？我说的是那个特别加料服务啦，不要想歪。梦境通行证发票，还记得给发票，我以为他忘记了。这样不看画面以为动画真的。嗯，他自己找位置坐了。嗯。ねえ。さっきマスターが言ってたこと本当かな？他长得好丑、哦，不是、啊？他这样感觉怪怪的。この変なお守りのこと？这个奇怪的护身符的事。哎、欸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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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回事，没有这回，绝对没有。そうそう、見たい夢が見れるって。可以看到想做的梦。哦，刚不小心跳过了。やっぱり夏美は夢がない。看到自己想做的梦、哦。嗯，如果是的话，那你就沉溺在梦境里面就好了。それに希望のある夢って。哦，有希望的梦。夢じゃなくて、いい夢って意味だろ。而且有希望的梦的话，不是想看到的梦，而是好梦的意思。有希望的梦，那看你是哪一种希望啊？怪しい壺とかによくある売り文句。那卖走卖奇怪的壶的时候，常会有的广告词。本当、夢ないな。哎，真没有的梦。だから現実的って言えよ。这两个高中生完全看起来不像高中生，比较像三四十岁大神。哎 ，First Night， 疑心与孤独，第一晚。金的房间。ある夢が見られるお守り。うんうんうん。こんなものでいい夢が見れたら苦労しないって。真的，如果靠这种东西能梦到好梦，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想起来了。虽然每次他睡着要起来的时候都不会想起来，就是了。あれ？レシートの裏に。发票后面写的什么？看一下。哦，发票后面只是讲一些基本的那个操作，可这有没有存档点啊？我其实比较想存档哎、欸，而且他这个状态实在是，嗯，还蛮简洁有力的。我人头数下卷，月刊超自然现象狂热四月号，本月特辑是八十大人弹钢琴。是我开比较小声，所以我没听到吗？没有，奇怪，我开的声音算蛮大声的耶。什么游戏啊？这款叫 Happy End， 不喜欢自己的脸啊，人要多爱自己才行啊。蜘蛛，另外一款 RPG 游戏。蜘蛛哦，我都抓了，呵呵小熊，然后星降之国啊，才刚玩完。那蜘蛛海报该不会同作者吧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忧郁安安，最后我们应该没有再讲错名字了。嗯嗯嗯嗯嗯，对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同作者哎、欸。我知道这个是 Gigo 做的啦，可是。Happy End 的作者，我看看，我看一下那个，没
没有，我这边档案没有写到的样子。对啊，这边档案没有写到。好啦，我们就不要在意这种小细节啦。反正我们现在只要感谢这些作者，这些作者们创造这些游戏，这些汉化者们翻帮我们翻译游戏。现在不想睡，这么多地方存档啊哟！我现在比较在意的是有没有办法存档这件事。这什么？有播音乐播放器的说明书。这个音乐播放器的那个打开选项进行使用，选择曲子播放音乐，还能听音乐。每播到一个 end， 曲子会自动增加。哎，晚上好。有，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是那个同一个作者。好了，我们出去看看吧。奇怪的话，自画像，奇怪的话，爸爸的房间。爸爸房间，所以他没有妈妈吗？好像梦境才能存，也不能随机存。哇，浴室。我知道那是浴室，我是想进去看一下的，明天必须洗。我想进去看浴室啦哟，为什么要阻止我？母亲过去的房间，又喝了酒，所以他妈妈去世咯。他这椅子有点可爱欸，他悬空的欸。所以他妈妈是去世了吗？还是说他们分手？赶快去睡吧。不要嘞！我要出去玩，我被去做气头鹰啦，我被我派，竟然是睡了，不行，要到梦里才准哦哟。今天我被去我派，我被做气头鹰啦。我被我派，我被追气头鹰啦。这是刚刚拿到的，哦哟，五级了吧？就要变成小空，被发现了。学校？等一下，我自己把音量开太大，所以我现在刚被人音效吓到，被发现了，不要破梗。どこの学校だろ哪里的学校う？あれ？これもしかして夢？这个难道说是梦？怎么看的？他怎么知道这是梦啊？而且一般来说，不是，如果你知道那是梦，基本上就起来了吗？残念ながら、ここには希望なんてない。你谁啊你？誰ですか？你是谁？驚かせてすまん。抱歉吓到你，请不要害怕。俺は古谷楓。ちょっと説明させてくれ。我是谷谷峰，稍微让我来说明一下。谷谷峰，我知道有朋克风啊，还有什么风？这个风有点，拜托你了，来吧。この夢の中は危険だ。这个梦中是非常危险的。今俺たちはどっかの誰かの夢の中にいる。その誰かを夢の主って呼んでる。そいつを探す。现在的我们呢，是在不知道究竟是谁的梦里。我们将那个不知道的某人称为梦的主人。现在就是要找到这个家伙。托妹风，波西米亚风。我比较喜欢跟风。不解放主人的话，是不能从梦里出去的。主を探すのを手伝ってくれないか。それができなければ。还说他其实是龙卷风，他的头根本龙卷风头，好乱哦。能够来帮忙找主人的话，能来帮忙找主人吗？如果不找到的话，現実で、あんたは一生目覚めない。你一生中都无法从梦中醒来，回到现实。ずっと出られないってことですか？谢霆锋，我还失心疯，尸体的尸。ちょっと違うけど。哇，还有抑扬顿挫耶，好帅哦！
君子疯，不要再疯了，再疯我都要疯掉了。Hello, Snake 9637，你好安安。虽然可能有些不一样，但就是类似的意思。羊癫疯。他の奴らには説明した。もう探し回ってる。我已经对其他家伙说明过了，他们在找了。他の奴ら。所以不止他们两个进来而已。あんた、夢食いっていうカフェで変なお守りもらったろ。在一个叫梦死的咖啡店拿到奇怪护身符。对啊，而且很难得的是，他几乎他没有到完全全程的，可是近乎只要有剧情，他就是有配音，真的还蛮厉害的。これか。这个吗？一颗眼珠。好，慢慢的。そいつは夢だとする。那玩意儿在梦里就会变成这样。気持ち悪い。超恶心的。捨てたくても捨てられない。慢慢的。我尽快把它全部上传上去了。ここはそういう気持ち悪いところなんだ。協力してくれ。这里就是让人不舒服，那么让人不舒服的地方，帮个忙吧，帮个忙吧，兄弟。虽然我是女的，不过没关系。そんな一気に言われてもよくわからないです。完全没搞懂。頼むから黙って協力してくれ。一人で生き残れるようなところじゃないんだ。就算是我求你了，所以能不能安安静静答应下来？这里可不是一个人就能独自生存的地方。研究，我觉得这个风是不是它叫什么古古风？是不是？我的名字实在太有趣了，古古风。他好强势哦！我不答应还不行，是不是？啊！嗯，打不开。所以说了，是打不开的。嗯，梦石哦。説明が下手くそで悪いけど、要するに一緒に出る方法を探そうってこと。可能我的说明表达不清，真是抱歉。反正意思就是一起来找出去的方法。哟。拜托了，我不答应也不行哎、欸，真的很过分。我明白了，好了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。先に行った奴らはあんたから。先走的那些家伙往你右手边走去了。一緒に探索してくれ。汇合之后一起探索。あなたは。まだ誰か来るかもしれない。うん。俺はもう少しここに残る。欸、其实我还蛮怀疑他讲的话到底是真的假的。そういえば、この入り口のどっかに、あんたに必要なものが落ちてるはずだ。对你来说很必要的东西。必要なものですか？ここはあんたの夢でもある。無意識に必要なものを現実から具現化してる。这里也是你的梦境，无意识中需要的东西会从现实中具现化。居然叫主角汇合，你怎么不跟很可疑？不是，我觉得。人間には見えないし、何が落ちてるかもわからん。何に使うかも人それぞれだ。我觉得他这个怪怪的。一般人会那么好心的告诉你说：“欸、你今天初来乍到啊，我要带你去打怪练功什么的。”你今天给我去新的伺服器，你跟别人讲说：“快求打那个求带打怪。”一定会有人来带啦，可是不会有人那么好心，就是啊，没关系，我来当个专职的代打人员，不是代那个不是那个代替的代哦，是代人的代哦，代打人员这样，怎么可能？啊，あとこれ持ってけ，叫我去送头，那就看看到时候谁送谁的头啦。哎、欸，收下日记。こいつも役に立つと思う。这也能派上用场。撒回来，这是可以走了没啊？何ですか？哎呀，すまん。到底，这是可以走了没啊？你好几次已经显示这个头像了，然后这个玩偶怎样啊？我的熊，总觉得安心下来了。
调查玩偶的话，精神会回复；因在感受压力时，精神会减少。变为零的话，就更 over。左下的左下精神量表能确定目前的形态，好重。左下有东西吗？没有啊，这有一封信。从一年多前就很喜欢你，一见到你胸口边，好难受。这是我的心意，寂寞的时候把它当作是我，好好珍惜。变态哦，让我借用一下，好变态哦。可不可以存档啊？可以自己存档。原来可以自己存档，早说嘛。